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这个是 Steve Jobs 乔布斯的生前的最后一段话。他在56岁的胰腺癌中死于亿万富翁，这是他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句话。我在商业世界中达到了成功的巅峰，在别人看来，我的生活是成功的缩影。但是，除了工作，我没什么快乐。最后，财富只是我习以为常的生活现实。就在这时，躺在病床上回忆起我的一生，我意识到所有的认可和我非常自豪的财富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，变得苍白，变得毫无意义。你可以聘请某人你开车，为你赚钱，但你不能让别人为你承担疾病。你可以找到丢失的物质，但有一件事在失去时永远无法找到，那就是生命。当一个人进入手术室时，他会发现有一本书还没有读完，那就是《健康生活书》（Book of Healthy Life）。无论我们现在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将面临帷幕落下的那一天。珍惜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配偶，爱你的朋友。善待自己，珍惜别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此我们逐渐意识到，佩戴300美元或30美元的手表，他们都同时告诉我，戴300块的表和300万的表，时间是一样的；喝35块的酒和3000块的酒。呕吐是一样的，住30平的房和住300平的房，孤独是一样的。无论我们携带300美元还是30美元的钱包或者手提包，里面的钱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我们驾驶15万美元的汽车还是3万美元的汽车，道路和距离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都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你内心真正的快乐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予不了的。抽10元的烟和抽100元的烟都会得肺癌。坐头等舱和坐经济舱，失联了一样都回不来。因此，我希望你能认识到，当你有伴侣、伙计、老朋友、兄弟姐妹，你聊天、笑、说话、唱歌，谈论东南西北或天堂和地球，这是真正的幸福。五个不可否认的生活事实。不要教育你的孩子致富，教育他们快乐。因此，当他们长大以后，他们会知道事物的价值而不是价格。在伦敦获得最佳奖励的话，把你的食物作为你的药物，否则你必须吃药物作为你的食物。爱你的人永远不会把你留给别人，因为即使有100个理由放弃，他或她会找到一个理由坚持下去。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，只有少数人真正理解他。你出生时就被爱了，你死的时候会被爱。在这期间，你必须管理。如果你只想快走独行，
但如果你想走远，一起走吧。世界六大医生：阳光、休息、锻炼、饮食、自信、家人和朋友。那么以上的文章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 Gan， 这个是 Steve Jobs 乔布斯的生前的最后一段话。他在56岁的胰腺癌中死于亿万富翁，这是他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句话。我在商业世界中达到了成功的巅峰，在别人看来，我的生活是成功的缩影，但是除了工作，我没什么快乐。最后，财富只是我习以为常的生活现实。就在这时，躺在病床上回忆起我的一生，我意识到所有的认可和我非常自豪的财富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变得苍白，变得毫无意义。你可以聘请某人你开车为你赚钱，但你不能让别人为你承担疾病。你可以找到丢失的物质，但有一件事在失去时永远无法找到，那就是生命。当一个人进入手术室时，他会发现有一本书还没有读完，那就是健康生活书 Book of Healthy Life。 无论我们现在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将面临帷幕落下的那一天。珍惜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配偶，爱你的朋友，善待自己，珍惜别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此我们逐渐意识到，佩戴300美元或30美元的手表，他们都同时告诉我，戴300块的表和300万的表时间是一样的，喝35块的酒和3000块的酒呕吐是一样的，住30平的房和住300平的房孤独是一样的。无论我们携带300美元还是30美元的钱包或者手提包，里面的钱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我们驾驶15万美元的汽车还是3万美元的汽车，道路和距离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你内心真正的快乐，是物质世界永远给予不了的。抽10元的烟和抽100元的烟都会得肺癌，坐头等舱和坐经济舱失联了一样都回不来。因此，我希望你能认识到，当你有伴侣、伙计、老朋友、兄弟姐妹，你聊天、笑、说话、唱歌，谈论东南西北或天堂和地球，这是真正的幸福。五个不可否认的生活事实。不要教育你的孩子致富，教育他们快乐。因此，当他们长大以后，他们会知道事物的价值而不是价格。在伦敦获得最佳奖励的话，把你的食物作为你的药物，否则你必须吃药物作为你的食物。爱你的人永远不会把你留给别人，因为即使有100个理由放弃，他或他会找到一个理由坚持下去。
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，只有少数人真正理解它。你出生时就被爱了，你死的时候会被爱。在这期间，你必须管理。如果你只想快走独行，但如果你想走远，一起走吧。世界六大一生：阳光、休息、锻炼、饮食、自信、家人和朋友。那么以上的文章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见。Bye-bye.